啊，这些后面这些有没有？因为是要转过去的，所以线条不要清楚。对，嗯，不要清楚的话，这样我们才会有一个焦距，然后你才会这样，嗯，嘿，带过去这样。嗯，这样子，它一样是有暗的，这些也是有凸出来，但是它就是有分层次凸出来这样。然后细节的部分就是还要再慢慢做，例如说像这个啊，这个你就可以挑一些是亮的，嗯。擦光点，把光点擦出来，把靠近 A 字这边把它来。再深一点。